想动手？嘿嘿，来啊！嘿嘿嘿，四爷爷的手正痒痒着呢。80岁的老头要戏耍你们这帮顽童。风大，你挖闪了你的舌头，闪不了。爷爷不但舌头硬，而且这对钢掌更硬。我要用我这对钢掌对付对付你们雪山派的剑法，让雪山化成血水。丁四叔，那你就进招吧。哎呀，呀，丁四叔，你用九节鞭吧，只是空手，你打不过我。你放屁！我怎么会打不过你啊？你试试我这一招。哎四爷爷这套拳法真是叫人眼花缭乱，可是破绽很多。我想只要白师傅肯上前，随意一剑就能制胜。承让，承让，雕虫小技，谁让你让了？你这一招一时胜了我，哼哼，这算不了什么。哎，看看四爷爷这一招。四爷爷这招啊，用的是逆水行舟。丁木森，你拳打得好，可是你得换件衣服，那才有得胜的样子。放你娘的屁！放你娘的屁！爷爷，等等我！我一听放屁就知道是你来了，来了！你快走开，我还没打完呢。你站在这里干什么？我看你最近的武功长进了没有？你站在这个地方分我的心神，分心和你说话，我怎么跟他厮打？甭跟我说话，专心打你的。金刚，你看仔细了，看你四爷爷是怎么打的。他老吹嘘他武艺高强，比你亲爷爷还强。这回你看吧，看仔细了，他是怎么一掌把白万剑打翻在地上，让他跪地求饶。老三，你笑个鬼啊！笑你一辈子逞强好胜，可到了紧要的时候，还得三哥我来提你吧。姓白的是我的晚辈，要不是看在他娘的份上，我早就想劈死他了。谁让你提一把？你还是给我提一把酒壶吧。好小子，竟敢伤我丁老三的兄弟！你趁人之危，你来看招！要出大事了！老三，你走开！我不喜欢外人，歪风邪事。我是外人，白万剑才是外人呐！先把他的剑给挑掉，再弄出点血来，你们俩再打正面打。都滚回去，小兔崽子们！再不滚，我可要杀人了！诸位兄弟，千万不要擅自动手，谁抗命不尊，门规处置。小兔崽子，把剑拿来！
这剑圈，就等于踏进鬼门关。老三，不许你干涉我的事。我早说了，非得把这小子弄点伤不可。先退下，把伤裹好了再打也不迟。他的烂剑怎么能伤着我呢？伤不着我，看你身上的口子又有血。我高兴自己挠挠痒痒，有什么了不起？我气死你！气白的听清楚了，并不是不让我跟他联手，我跟他联手是欺负你。现在我跟你单打独斗。老四，退下去！我，不要杀我师哥！杀我师哥，我跟你拼了！好。大哥，你看，他雪山派的剑法不怎么样，这剑杀人倒挺利索的。我给你拉！拼了！老四，一不三，日不过三，今天已经杀了三个，你杀一个我看看。老四，你说咱们要把明天的钱今天花了，这叫什么？叫预支。哈哈哈哈，你是想多杀几个？就这意思。行了，咱们多杀几个，下回也省事了。不能杀白师傅！不能杀人了。大粽子，原来是你啊！是我。爷爷，四爷爷，你们不能再杀人了。徐东，白吃傻蛋，别着急，等我收拾完他们，吃你做的菜。大粽子，你怎么藏在这儿啊？他们俩呢？说，爷爷，四爷爷，你们已经杀了五个人了，还是少劫冤家为好。既然胜了，就得饶人处且饶人，又何必赶尽杀绝呢？好好好好好好，你就要离开你爷爷了。别着急，等我预知完他们，我就预知你。丁老四没有杀他，他居然来凑数啊！三哥，这个傻小子不知从什么地方学了几句狗屁不通的语言来教训咱们哥俩来了。白师傅，你们雪山派一定要用剑。傻蛋，当初白万剑就要杀你，要不是我救了你，你能活到今天？是，爷爷，我非常感谢你们，所以我也劝白师傅得饶人处且饶人。你胡说八道什么你？姐姐，叫我姐姐。你的嘴可够甜的。说，大粽子是怎么回事？大粽子自然是姐姐包的。不年不节的，我包什么粽子啊？那天晚上姐姐把它绑成大粽子扔在我们船上。那就是说你们就这么认识了？大粽子哥哥跟我提起过你。他说什么了？他一提起你就害怕。大哥他可真够惧内的。这么说你承认他是我丈夫？我告诉你，他本来就是我的丈夫。老四，用鞭子！
中呢，我也就不难为你了。你知道我为什么把你弄到这儿来吗？我是怕你分心。那几个臭男人打架有什么好看的？就连石破天这样笨手笨脚的人也掺和进去了，这就好比是狼肉里掺了狗肉，没法吃。哎，你笑什么？大粽子哥一去，事情必然会平息。哼，他是我男人，与你有什么关系啊？好，你没了功夫，那咱们就文功，跟我来。什么是文功？文功就是斗嘴，看谁嘴上有学问。那你赢了，我从来不跟人斗嘴的。我不管，反正得分出高低输赢。你怎么这么好斗啊？是我好斗还是你损啊？你抢了我的天歌，我告诉你，我杀你啊轻而易举。可是我并不想这么做，我想跟你比试比试，让天歌看看咱们俩到底谁好。怎么个比法？比江湖。当我说出什么是江湖时，你必须马上做出一首诗来，否则我这个环子下去打中了五只鸟，可就算你输了，怎么样？白师傅，你那招风沙马帽使得太老，黑鱼丫头就使出来了。哎，别走了，你都走了二十步了。接招！接招！天地四方为江湖，世人聪明反糊涂，名利场上风浪起，赢到头来却是输。这怎么我听不懂呢？文绉绉的。好，这招啊，算你赢了。咱们俩扯平，花招。什么是江湖？哼，这个呀，你算是问到姥姥家了。天当被子，地当床，叮叮当当走四方，人生本是无根草，醉了何必问家乡。你这歌谣很不错。三爷，你老爹再抬高一点，就可以克制对方上不先手了。小兔崽子，又要教训我！